的2点钟，在明天呢要遇到的是澳洲队。这个球界内哦，这是一个界内的一个安打，应该是上二垒没有问题。林子伟今天依旧打得不错，昨天有两支安打，包括全垒打，今天也有两支的安打。对，这个林子伟整个过程当中展现的就比较像我们讲的日本打者今天有做到的，尤其在这个投手赢取的好球数领先打者与比较被动的状态下，他的这个挥击形态整个出棒就比较短比较快速的这个动作。